了。两口金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免罪二。过。要是真正了解某人，那就吃掉他，然后用他的脚走这一步。北京一张牌了。你直接炸弹出 K， 出最大的。不要。K。对。我就一张牌了。看，不要。拿下。我们先打红。打完红，这就有学问了啊！打完红应该去哪儿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可以去对面野区看一眼。嗯，二级的螳螂还是很厉害的，虽然我们没带征服者了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上去杀的鲶鱼。先插个眼儿啊，然后直接绕到上路。二级我们抓一手，好吧？二级我们抓一手。哎呀，鲶鱼生了。等会儿啊 ，OK， 可以上了。A 接掏，接平雷，接平雷，接平雷 ，EQ 接平雷，闪现平雷。这人真狗屎运，他正好骸骨镀层好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正好骸骨镀层好了，我都难受死了。这蛤蟆不送一个？嘿嘿，漂亮！哎呀，礼尚往来呀，这是。我们这波啊，不要说是快速的打对面的红，在这等一会儿，那蛤蟆100%要打红，我们在这等他。在这稍微等他一会儿，他马上到。如果我们打的话，那正好会遇到他，然后从家里面出来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被他给碰上了。在这等着啊。来，把他红给他抢了，顺便掏他一波，打一个黑暗收割。差不多了，插个眼，掏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接掏走位，平 A， 我们可以起飞，问题不大。打了牙手一个点炎，可以接受。哇，漂亮！先惩戒，一上来掏一下，哇，阿卡丽，哎呦哇，阿卡丽，我 A 死他，漂亮，我们还收个石头人儿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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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俺俩杀他，这么多人呢。W A 接掏，接平 A， 先飞走，别急。啊，鲶鱼以为自己有点无敌，别急上。W 接掏 ，OK， 下大。不要逃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然后我们打个蟹。打完蟹回头拿自己家蓝，
拿完蓝我们得打个蛤蟆，蛤子现在一定在下边的野区100%，他不可能往上面的野区走，因为他没有东西刷了。所以我们那边打完回家，回家以后我们看一看啊，到底是去下路赶客还是去上路赶客，这很有学问。可以设伏的位置，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的小件儿。这边这个样子，我先刷个红，然后刷个 F6， 刷到三狼的时候往上走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顺便玩小龙这个位置啊，放一个针眼，让他没办法偷龙。哎，先看一手中路有没有意外收获啊，因为阿卡丽是越塔的。打完红打 F6， 正好剑阶啊，兵线吃完升到6级，晚上我们去上路。OK， 往上走。怎么感觉俺俩打不过这鲶鱼呢？三郎不刷了，正好他吃完这波兵，我们倒上路。来，直接跳弹过来，打他！我先让他打，他不打，他没技能。哇！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上路不太好抓，没到六之前，这上路咱不来了，啊、嗯。那能行吗？我一介螳螂，算了，饶他一命。先来打个戏，把峡谷打了吧，兄弟。先升级一个扣。不知道这个蛤子在哪里，完了，摁错了，我操，我想插个眼儿来着。他们绝对不看你。哎呦，我只能杀个蛤子了。抢劫 ，A 接掏 ，A 接 W 放 R 平 A，A 接掏，还行吧，因祸得福了，啊，杀了两个还不错。这波清兵不要都清了，卡在这里。
留三个兵刚刚好。得个经验吧。亚索去下路还行，爬着送了。让我们想一想啊，先杀对面 AD 来，掏 A 打反溜别急上，往右拉，他们先杀亚索，我们等一下，别急上，我再让他勾无所谓，我上了，没有 R 我上了，而且没孤立无援的。给 ADC 减速，打反溜，漂亮！龙咱就不拿了，亚索刚才放眼了，回家出德克萨斯木印，加上我明朗之靴，其实我应该不点孩子这把，不过算了，我们对自己比较自信，明朗之靴让局势明朗一点。别给我打信号，我不去。准备收割。防御塔顶层即将脱落。我不去。我们现在没大，去上路等于白送，不去。下路也不去，打个红。先把机器人杀了，还因祸得福，一 Q 二电，没想到这两个小子居然往这个地方跑，哎呦我天！先把那爬着给我惩戒杀了，哼！这波在这儿待着，算了，对面都知道我在这儿了，打倒了。下路可以再来。我们马上十一，再来一波下路。扫一下，没视野 ，ADC 死了。先杀 ADC 啊！让锤石给勾死了，我操！升 W 溜，刺儿，先把下路塔拆了。
这应该是一血塔吧。有蛤蟆没有？没有蛤蟆，没有蛤蟆，打个河蟹吧。出个收集者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现在可以去打蛤蟆了。啊，那河流之王已经不太行了，那剑尖的等级也起来了，可以去上路瞧一瞧看一看了。像那这种上路非得让我们一直去的话，没有大招不要去，没有大招根本打不死，而且他那伤害挺高的，还容易把我杀了。这波我估计这蛤子可能要往中走，啊，他往上走，往上走没用啊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。扫一下视野，没有视野，这个蛤子我估计要死。他不敢动。他动的话他就要死，我现在到野区两下他就没。掏 A, 打火溜，平 A, 接掏，接平 A, 接 A, 再接掏。他是扛不住我们的虚区的。别急呀。我这绑上动，谁？机器人搁这呢吗？哎，先抓我，先给你个 W 掏 A 一下，再掏飞斗，开 R, 再开 R，W 一下，很明显这里有眼儿。这是要勾引我呀，这是要勾引我排眼儿。我一瞅啊，我给个惩戒，麻烦了。两个人搁塔下，刺儿 ，E2A 守卫，把机器人收了。不点烟了。有蓝没有？别怕。这什么意思？八八六惩戒 ，R 闪，走位，八八六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给了我一波三连。我的红终究还是要没呀、啊！先来个夜刃之风。他绝对不会看到我。
小龙没了。哇，掏！这怎么的呢？这我就纳了个闷儿，是有点厉害呀，这。走位，队友呢？没有队友吗？那队友不都活了吗？我靠，这不把他们都杀了？给我都杀了，给我杀！漂亮，挖爪扣。阿龙啊，阿龙，我得活了呀！他们这波是必定要团灭的，因为我们家人已经活了，他还在那野区晃悠，必定被团灭。虽然我死了，但是他们已经被我们给留下了。嗯，那个鲶鱼啊，他盯着我舔呢。阿卡丽这就有点狂了啊！先打个蛤蟆，扫一下，给我杀机器人，就他一个人。来减速，掏 A 接掏接平 A， 过来把这个河蟹给打了。谁在里面？打我溜。掏一下，我们往上走啊！这边把这鲶鱼杀了，很有可能蛤子搁旁边。马上到，先把鲶鱼收掉。这蛤子啊，没有眼儿，他走不掉。减速，耶，没减到。飞，减速，惩戒，黑接掏，接砸吧就不上了。飞来，几个人？减速，完了，又是一个闪现接上钩拳。伤害不太够了呀，感觉。五个人，哪五个人？三个，四个人。伤害不太够，来把黑切呀，来个黑切吧。我也没搞明白到底怎么这把那么难打啊！就他们家的阵容也好，是我们家杀人也好，我跟那阿卡丽杀这老些人，对面全 AD 阵容，能难打成这个样子吗？现在还能说是就只差三个人头？无尽的饥饿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孤立无援，你也不好使。小龙马上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边应该用不上我们。
先打个血来。他说我一直追的话没有关系。你是有精神病是吧？我有意的螳螂，你老追什么玩意儿了？啊！你老追什么玩意儿呢？有病是吧？哎，死亡之舞也可以，死亡之舞配大鲸鱼。把中路塔拔了。还追呀？我操！对，可劲儿追啊！每个人都把闪现交我脑袋上，交吧。哎，他们好能追啊！我都走到这儿了，还追？追啥呀？我都快走到家了，再走两步。试试看这大龙能不能搞一手。哎，对面的 AD 好像就一个人在中路，我们试一试啊，先把他春哥给他打了，漂亮。来大龙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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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干他！人呢？少个人啊！锤石没带呀、啊！哎呦，怎么把对面 ADC 杀了，还能我们家还打不过了呢？打吧妞，一掏开大招。打不能闪现，你掏一下，太对了，不行了，我这得飞走了。怎么少个人呢？这边打大龙怎么办？哎，怎么会这么难打？这锤石在干什么呀？
减速一下。好，不然溜。小龙咱也去不了啊。买大剑干嘛？换春哥呀。我先飞走吧，还好我们的走位比较好啊。这鲶鱼真是有点病，真是有病。这别打了呀，没有人呢旁边啊。虽然说是这是杀一个，完了给吞了。人是真多呀，我们得赶紧跑，省着有五六个大招把我杀了，快走！你们是真能追，我发现，你追吧。打个蓝去。装备不对没关系，我帮我把那个夜印之风给换了。现在春哥比较重要，我这需要点容错率。这边应该推不下来，在他们推不下来的情况下啊，我们可以继续推一手。没打，他们不可能打。我赶紧跑，这是又五六个人，赶紧跑。他们老能追了，追我们是最能追的，赶紧跑，就一直跑，千万别回头。焦躁不安。你们四个这边是打三个。3400，差1000块钱。拖兵线吧，反正对面是全 AD 的，我们往后拖一拖不行，这也没办法。那锤石也不知道干嘛呢，莫名其妙打着打着挂机了，搞不懂什么意思。给了不要了，没事，把这鞋换了。我190护甲。大龙不行也给，那辅助也不放眼儿，一个人不做拉倒吧，不要给了吧，都给，小龙魂不给就完事了。
把那 AD 杀了。哇，飞走！这不都给你们杀不了了？不行了。那边 AD 刚才应该就是在后边，还行。你把那哈子杀了也不行，我也上不了。给你们结个账啊！